哎，林先生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有见过您的竞选总部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又是一个好巧的巧遇，跟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李明玄相互打气，蓝白同框在南台湾也上演。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选前黄金周最后一天，车队扫街开进绿营大票仓高雄。应援团大阵仗，还有人从高楼打招呼。二来是楼上的一号，谢，哇，谢谢。支持者站出来给信心，但高雄是绿营大本营，难免踢铁板。有各种不同的声音，本来就很正常了。我倒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。财经民众党艰困选区，柯文哲要顾票兼拓票，但对手国民党不分区提名人韩国瑜继号召韩粉归队后，再加码指柯文哲是空气枪，不会当选，要柯粉票投侯友宜。我可以了解，他是受到很大的压力哈。一定要配合操作气保，其实这个跟他私下跟我讲的都不一样。还是一句理解对方的压力，不过该酸的还是要。他说啊，这个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柯文哲比较好了，侯友宜比较不好了。私下我才不会跟侯友宜一样，把人家私下简讯哦，公开拿到外面来念呢。柯文哲口不出恶言，借有韩批侯稳住柯粉，也抓住韩粉。TVBS 新闻洪富华、林义邦、林平高雄采访报道。1月13号 ，TVBS 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，Facebook、YouTube 同步直播。下午3点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下午4点，最及时准确的开票。下午6点，大局已定，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。晚上8点，政治新局，美中台关系，带给你最深入分析。1月13，锁定 TVBS 新闻网。